继续做这个山水画的这个示范。像黄宾虹先生啊，还做这个夜山图这个夜山图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学在夜里看过山没有？这个夜里边的山呐、那种感觉啊。一个是沉厚，是吧？因为他看不清楚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又不是完全黑，所以说这个夜里看山，里边的具体的石头、树木，是吧？看不清楚了，但是呼吸、恍惚这些东西似乎又有，显得非常的沉厚，并且更加的神秘，更加的复杂。这种夜山图的感觉，是吧？也是很有意思。所以说，有些在笔墨的追求中，黄先生提出叫“观夜山”，是吧？这是我觉得也是对山水画上，在审美上，有一些意境境界上也有些新的突破。
这样呢，就能够既保持一些这个有意味的一些味道的一些线条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又增加了它的墨色的这种厚度，并且呢，不干扰的。线条还要在这个墨水里边渗透出来，要画，不能够画瞎了，画瞎了就原来的一些用笔等于都给淹在。下边呢有一点水的这个异味，像这些地方，这种化水呢用笔呢要稍微轻灵一点。中国画画水啊，传统中呢当然有画波浪纹，是吧？有画波浪纹。现在画的山水画里头呢，画水呀、逐渐的画波浪纹的呢，不算太多，因为什么呢？容易显得有点老气，有点老气啊。另外一个呢，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水的那个质感啊，比如说有倒影啊，是吧？有这种波浪的形状了、有的时候可以专门画，比如说我们画黄河、画海洋，是吧？用那种勾线的办法来画这个波浪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过于的追求那个波浪的那种感觉和质感，那样不太好，是吧？因为你那这就等于我说的，你别的地方都是在演这个京戏，你突然间你在那个水那儿，你就演上电影了。他两种语言有时候不合拍，是吧？曾经也有些这种有意思的事儿，比如说有的人说，请您画一张黄河大瀑布，是吧？壶口，非常雄伟。我们要是画一个地方，是通过什么呢？一个是通过它的用笔，是营造的那种气势，是吧？有力的那种笔意，主要是要体现在这方面，是吧？要把那个水的感觉带出来。带出来，是吧？那个笔势、笔意要带出来，还有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构图啊什么的。但是你过分的去追求瀑布上的那个水的质感，有的时候包括了水汽都要冒起来。
就显得呢，这种花呢，就是太比较小气，比较小气，是吧？它就是语言和中国绘画的这个语言有点脱节，是吧？不要过分的在追求那些所谓的质感，啊，质感。什么东西呢？咱们因为是写意中国画，它是把这个味道带出来就够了。好的中国画就是因为好像没怎么画，但你有那种感觉，那是最好，是吧？不一定非得要画的那么具体。这种水的异味，岸边儿就够了。
是吧？现在我就是用赵远一变，是吧？赵远，这个是点染加赵染吧，是吧？点染为主，赵染为辅，就是说基本上给他染了一遍，染一遍当然是不够的，层次还是不够的，是吧？有时候呢，再加再破破。当然，这个染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些画画，有些画家的作品呢，喜欢是，在传统中呢，这个黑白是比较分散啊。现在因为从过于现代国画。追求让画面比较整体，所以在黑白的处理上，有些时候已经有一些新的这个突破了。他就是说，作为整张作品，是吧？黑和白，它不要分布的那么均匀。甚至呢，一个是把画面的整体感要强调出来，啊，整体的一个墨色的一个基本调子，啊，基本调子要有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有些画呢是偏右这边。往往就是说，这边从你们那儿看是偏右，是吧？从我这边是左边，画面的左边，画面左边有的比较偏重，比较偏重，这是一个习惯。黄明辉先生的画大部分都是。这边重，这边要相对要大，这边浓密，这边比较的这个疏朗一些，疏朗一些，它也是有个整体节奏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画的上半部可以画的密，画的重。下半部做点疏朗一些，也有不太在意这个的，是吧？这就是每个人在这个艺术上各有追求吧，是吧？各有追求。这一遍我就差不多做了一个墨的这个底子，就是说整张画呢，勾勒完了以后，把一些局部的
春法要稍微添了一些，添了一些呢，另外一个就把这个基本的用点染法，把它一个大的黑白关系染了一些，是吧？当时说这层次还不是完全到位，是吧？它还要不断的收拾。到了这一步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呢，觉得墨色要是可以了，有个基本的调子了，就可以开始。如果说需要上颜色的话，就可以咱们用颜色了。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颜色啊，画中国山水画用的一般都是这个它是淡彩浅绛，淡彩的就是说颜色的种类不是很多，用赭石比较多，画进天黄啊，有时候用点紫绿，但是说你有时候画秋天，加点点点朱砂点子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要是画这个春夏，啊，点点石绿点也可以。还是说呢，墨一定要画够，墨不够，颜色是吧，就拥有画。颜色要越浓重，墨色越到位，啊，墨色要到位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赭石。这个赭石啊，当然说现在是这个
挤的这个吸管的这个折射。现在这个吸管的这个折射质量来也就可以了，平时画画也还是不错了，过去不行，过去进渣子，颜色也不正。现在这个整个的颜色还是不错，但是如果有条件，还是最好泡折石膏，是吧？因为折石的作用呢，它在墨色的这个上，折石这个颜色是中国独有的，是吧？你要说这种色相，那也许像鲜花里边，它算什么呢？土红也不是，是吧？褐色它也不是。有些鲜花、水彩画里也有赭石，它也叫赭石。但是赭石这实实在在原来是中国，是吧？中国。所以这个颜色呢是矿物质的，是矿物质的。它的最大的优点啊，它非常沉着，二一个呢又非常亮。你墨色使得越好，它就越亮，其他任何颜色代替不了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颜这个浅浆中，是吧？有些地方这个赭石非常的亮，又透明。特别是在石头的一些阳面上，我们用些赭石，
不干，也可以上点甘蔗吃。这个上社呀，和这个赵冉这个墨社、点染墨社一样，也不一定非得套版式的，你要套的那么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画的是写一会儿，是吧？画的写一会儿，你说大的位置上，把它延伸上去，它跑出去点儿，印出去点儿，没关系，是吧？因为你有墨线在那儿做了一个鉴定，是吧？所以说不要怕它跑出去，要不要很小心。上颜色，这个虽然说不要上，不一定像用墨量它讲究笔触，但是呢也要活络一点，活络一点。建筑的这些线条，有时候也要用赭石走一走，它就显得亮。这些也是用笔啊，都活一点，不一定非得死抠着那个原来的这些线，大概的位置啊，重叠上就行了。画这个房子啊，我个人有个体会，是吧？你如果完全中国传统中的房子，它有一个什么要求呢？就是说房子这个直线基本不要画歪了，就像这个房子的这些直线也要和画的这个线是平行的，是吧？你画歪了，房子倒了，不舒服，不舒服。但是这
挑起来，啊，这是中国画特点，它不太符合透视，但是它很活络，是吧？它很活了，它感觉长在山上就行了，是吧？长在这个地上就行了，所以要画活，是吧？不一定非要像我们真实的房子一个一个一个，是吧？都四平八稳的，因为我们整个山画的就是很活了，所以这个房子，是吧？但是直线不要跳动的太厉害，横线，是吧？可以适当的斜一点、歪一点，甚至在透视，一般透视是近大远小，有时候甚至可以反过来，是吧？近小远大，哎，就显得很俏皮。用这个赭石以后，这些地方它就慢慢亮起来，在画面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原来上过赭石的地方。有些地方还可以再走一些稍微重一点，是吧？它就显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层次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
愿意画一种什么调子。如果画我们画南方的山，现在加了赭石了，是吧？它的一些山的这种比较坚实的地方，石头多的地方，我们是用了一些赭石，是吧？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呢，一种就是用花青橙黄的那个绿来做照染，就是说画一张绿颜色的实验室。但是有时候呢，花青橙黄照染呢，它又显得呢不一定把所有地方都要染。同时呢，如果说也可以呢，用这种石绿的颜色，是吧？石绿的颜色呢，它严格说起来呢，石绿啊，它是也是矿物质的，也是矿物质的呢，因为这种淡的颜色呢，它不是见的真正的都是用矿物颜料做的。这个颜料呢比较鲜，特别是这种，也不客气说这种假的这种矿物质颜料，石青啊、石绿啊、朱砂啊，是吧？你说它里边有没有？我也没认真的研究过。反正相对说起来，它不可能全跟你是真的，是吧？这些颜料呢，它的一个缺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颜色色相不正。不正呢，有时候就太鲜。上了画以后，如果墨色压不住它，它就显得非常飘，是吧？颜料非常飘。所以我们在用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要加点别的色。现在我就是把多少把刚才使的剩下的那些赭石给它揉到这个颜色里，让它有一种暖一点的感觉，灰一点的感觉，是吧？这种矿物质的颜料呢，它的一个特点呢，它就多多少少有点覆盖性。所以说呢，在用的时候呢，都不能够一次太厚，太厚了就把你的用笔用线全给挡着了，是吧？薄薄的有那什
颜色呢，也不是说非得是所有地方必须都上颜色，适当的有些地方得空一些墨迹，墨色。让它有斑斑驳驳的点，有些时候呢，这个颜色呀，就是带来，比如说这绿颜色，这画面上有一种绿窝就够了，啊，不是说所有地方都要上到。有些地方是用，有些地方就不一定都用。
反正后来就把陌生这个住了。这个一个大的颜色，我们上完了。上完以后呢，肯定我们原来的墨色是不够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还可以再铺一遍墨。Thank you.
追求的呢是需要那个墨色呀，层次越多越好，但是就不要花，要不要花？让它干湿浓淡，层层叠加，是吧？让那感觉画面上干湿浓淡啊都有，非常丰富，非常厚重。不要画的就我说太黑，死黑，死黑就有黑气，该亮的时候要通体透明，善于留住一些小气眼儿，它这里边有作用，像南方的山水呀、啊，或者是这个雨后，就叫沉郁厚重，是吧？墨色层次要非常丰富，还要有非常的这个。滋润，今天的课程上到这里。